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四平大胖。上早市吃面条子去，吃完面条子，我二姨就撤了。在这待了几天，这几天我的天哪，天天起大早陪她呀。哎呀，今天好好安排安排我二姨。走，这天儿太好了，这天儿啊，没治了。够一盘，一盘够了呗。那不够，人多的话就再来一杆，九块七的。嗯，这是收拾完的啊。收拾完电脑的，给我来一几条吧。我搁外头吃。那吃毛毛呢？吃毛毛。你们在屋吃啊，我上外头吃去。妈，吃不了，全是毛毛。没事。没事，我吃小碗面。你吃小碗面呢？这两个肠，这四个蛋，来一个狮子头，来一个豌豆腐，一个豆腐泡。好，画的太白了，这是。白吗？我自古以来就这么白，你看我白白。啊，挺白，挺白，该说不说的。挺白。啊，不像五十。你咋不说我不像六十呢？这么会唠嗑。来，把酒掏出来。来，那小酒。小梅子酒。不行，一会儿我就辣的啊！啊啊！我加蜜制辣椒。行，你来吧。先给张楠。老贵人了，你来吧来吧。阿姨马上就来了，一堆人都跑了。干啥呢？没啥豆腐，整上了。啊，喝吧。来，大一杯。来，我没寻思打算整点酒啊，从那边过来买点啥。哎呀，小味儿行啊。这小酒味儿挺好，挺好。这果味儿的，梅子酒。这个面得慢慢吃，太热。太热，慢慢吃，别着急。你俩往哪儿去、啊？我俩往那头买菜去。买菜去，那你俩买菜。嗯，走吧，行。一年之后再准备好吃的啊！别说那话，回去把小笨鸡儿多养点儿，我哪天回去就吃了。不就小笨鸡儿吗？还有小笨鹅呢，还得。小笨鹅。行，走吧。完事儿呗。满满登登啊。走吧。没少整啊。买点水果去吧。买点水果，你拎啊。行，我拎不动了，那买水果。谁买就是谁吃的谁拎呗，这道菜是你吃的。对，这都是我的下酒菜。水果我吃。嗯，给你来榴莲呗。我不吃那玩意儿，给我来啥榴莲？我要贵。包圆得了呗。拉倒，行。包圆行。行了，够了。都多来一点。够了，你来包圆儿。又蒜苔又韭菜。就吃这玩意儿才过瘾呢。梅皮6元6元啊，草莓便宜了啊，6元6元。当地小草莓就吃吧，能卖一个多月了。啊，这是本地的啊。对，当地小草莓，你就吃吧，我们能卖一个多月了。是啊。哎呀，多长时间没上早市了？真好啊，大包小留的，好像是那个啊，好像是明天不来了似的。媳妇儿，明天真不能来了。咱俩就不能天天来？你媳妇来，我能起来。像以前似的，天天逛早市，多好啊。送完孩子就逛早市，现在也不送孩子了，呵呵，早市也不逛了。呵呵，哎呀，这柳絮太多了，雾霏，这小环境没治了。拎不动了，给我呀。到家了，给你啥？我媳妇一天不这事那事的。那别瞎来。今天。高低的啊，整点硬菜，嗯，必须得整硬点啊。在我看来，啥硬菜呀？你就是好几个月都没做锅包肉了啊。锅包肉高低得硬点。今儿我说的锅包肉，你就按我的说法给我做去。我要吃硬的。哎，行。来，我先切点大凉菜啊。哎，今儿就拉皮儿去。给你整个麻酱大拉皮儿。这个大拉皮儿自由了。必须的。终于这个大拉皮里边可以看不着干豆腐了。我今天我也不焖饭了，我就这一盘锅包肉，给你两块。行，我一块没有都行啊。这大韭菜。韭菜。
吃宽条。哪天让妈烙下韭菜盒子，我上高中吃。你那韭菜盒子，我只等不着。这玩意儿可老牛叉了。先给它腌制一下子。放入十三香，放盐。这咸豆就基本够了，那红烧酱油知道不？嗯。我来给它下油锅。这是网友点的菜，这网友点的撅嘴岛子。小岛子，嗯。整小块吧。行。小块多炸一会儿。嗯。啊。放点盐，这菜你绝对有两个月没做了，好像有了。这里脊做出好看，嗯，但是后秋做出好吃。倒入色拉油，这一抓黏糊了就完事了，是不？对。然后剩下时间就开始操作了。炸鱼的油得炒豆干儿，下入韭菜，来点味精，东北名菜韭菜炒香干儿，放一勺盐，爆炒绿豆芽，来点十三香，加入蚝油。少许香醋，素炒豆芽，起锅上油做锅包肉，下肉，低锅不炸，来，第三次复炸，放入白糖、九度醋、海鲜酱油、放盐、浓缩橙汁，少许水淀粉。加配料，葱姜蒜胡萝卜，少许白醋，加入锅包肉，葱花回里，哎呦，东北老式锅包肉，太有食欲了。哎呦，真给我干冒汗了。我跟你说，一般情况下，我跟你说，我最近要吃过油菜，我得紧着点呢。这说实在的，真不勒索。这夏天因为过两天更热了。嗯，这锅包肉我倒是天天想吃。关键是我这么好的锅包肉，你但凡要是说一盘要能卖到88，我天天做呀。你卖我吧，我现在都记账。成本不高，费事啊。哎，今儿这大脑瓜，这袋大，真大呀。嗯，它这玩意儿就摸一袋。太好了，来勺盐，来点味精。一点点芝麻酱，哎呀，配上这小油，你这扯不扯？忘放醋了。哎呀，这大辣皮儿，今儿这个纯是大辣皮儿，老有食欲了，真的。哎呦喂，今儿菜太硬了，锅包肉、干炸岛子鱼、东北大辣皮儿、豆腐干炒韭菜。大脑瓜，整个素的，素炒绿豆芽，这六个硬菜，高低喝点好的。我媳妇儿自己还整个饮料，开灶。太热了，我先整口啤的。不行，热。
啊，这是啥日子？来，这是好好做菜的日子，庆祝二姨回家。这么唠可不行，这么唠。我想给你踢出去。下回二姨来还整这硬菜来。怎么越活越活越虎呢？怎么？哎哎，就是你愿意开玩笑吧？一开玩笑怎么没个度呢？嗯，现在给我二姨整的，我二姨就想开玩笑了。就你开玩笑这个度，一般人接受不了。我就告诉你，这不顺道吗？买点菜儿，这两天也行。我二姨想吃的都吃着了，行不行呢？那不得二姨评论，你评论什么玩意儿呢？维持挺好的。维持好不好，你自个儿也得说。哎呀妈，那也不是你自己一个人维持的呢。嗯，今儿大脑瓜好吃，媳妇儿吃啊。嗯，你脑袋可大了。这袋特殊大。嗯。嗯，吃锅包肉。行不行？行。是你要那味儿不？是。哎，好事成双。你这什么玩意儿？果汁吗？嗯。哎，二姨来吧，高低得整点硬菜。二姨，我一句，该说不说呢。排骨啥的都给往上上，这小笨鸡儿不给往上掏。你说你这小笨鸡儿一天总叨，我跟谁家都叨小笨鸡儿，就整的好你多馋小笨鸡儿似的。那其实整的你还吃不了多少，就这张嘴也不咋这么欠。我也不挑了的。嗯嗯。你关键是咋的？小笨鸡儿去年都吃着了。就我没吃着嘛。嗯，差的不是你吃没吃着，差的就是你没捞着。嗯，对。嗯。演谁呢？二姨，听今天演好笨鸡儿第一个给你。嗯。哦。哎。老稀罕了，老鲜了。这些菜都好吃，慢慢吃。嗯，真的太鲜了，这么鲜了呢？有没有点小时候的味道？小炸鱼，小时候小炸鱼。嗯，小河沟的。嗯嗯，大了不好吃。算账环节，豆芽两块钱，韭菜，豆芽两块，韭菜一块四，就打两块吧，四块，四块，锅包肉十几块钱是不？忘了十几，十六十七十几了，还剩一块就打十五，十一，十一块三。你这么算吧，重算吧，豆芽两块，韭菜就打两块，加这个十一，这是十五，十五豆干是五块钱的，因为九块的九块多的我用一半，二十了，二十凉皮儿六块，二十六，七块，33，加这个10块，43。整六个硬菜，我的妈呀，我去了，就打加上调料啊，50，够了。哎呀，其实就得按成本43算，你调料你就是你做啥你都用调料，对，嗯。但是来人的时候别看他成本低，不行，累，就是。你这个上来了，要赶上我们饿了，不等你这上桌，我们吃没了。我做完这几个菜，我累迷糊了，不用吃了。你也不用陪姐了。嗯。嗯，这不就这回事吗？
真爽口。朋友们，感谢大伙支持，咱们明天见。有啥想吃的，你就跟我说啊，给我视频下方留言。我要是但凡能做的啊，我指定给你安排。明天见，来，干了。